this, I go to Taiwan. 黄仁勋急匆匆赶回台湾，距离 Computex 还有一周，比外界预期更早回台。难道是赶着吃这一道苍蝇头最好吃的苍蝇头 tonight？ 似乎等不及回味苍蝇头，黄仁勋回台当晚立刻杀到这里。黄仁勋回台第一站花娘小馆，先填饱肚子，再来继续赶行程。6月2号，黄仁勋就要来到台大体育馆进行主题演讲，门口也已经贴好了 NVIDIA 的海报，标志性绿色四面海报贴满体育馆外墙。本周公务行程满档的黄仁勋，礼拜一还是得先来一点美食疗愈一下。5月27号，礼拜一中午，黄仁勋最新行踪，来到这家梨园汤包，店家还曝光他点的菜色，包含招牌小龙汤包、蟹黄汤包、三鲜锅贴、山东烧鸡等等。拍照手上还拿着百香果木瓜和蜜渍小番茄，亲姐称赞好吃，别忘了还要拜访这位大厨师 Jason， 因为我们等于是好朋友之内的，像家人一样。他来，因为新闻上一定有嘛。那他不扫我们会被我们骂死。张淑芬亲自下厨做他最爱的麻婆豆腐。黄仁勋每每回台，不止美食业者动起来，科技产业也沾光。台积电、联发科、鸿海股价都创新高，只要沾上辉达都不得了。可见 AI 教父所到之处刮起旋风。三立新闻张友全、刘志友综合报道。